那时候，耶稣对群众说，没有人点上灯，用器皿遮盖住，或放在床底下的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为叫进来的人看见光明。因为没有隐藏的事，不被显露的，没有秘密的事，不被知道而公开出来的。所以，你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，还要给他；凡没有的，连他自以为有的，也要从他夺去。